你还每天的，哎呀，怨这怨那的，是不是？惭愧不？惭愧就对了，办张卡吧。我将是你未来的人生导师，现在300块现金红包，还有1分钟开奖。现在是22个人参与了我们的抽奖，走吧。直接跟我上呀，这人怎么回事？这人怎么直接瞬移到我脸上了？直接大树学的啥呀？老树盘根吗？学的树苗子？你连助攻都没有吧？啊，有助攻。我绝对不能倒下。谢谢用户75，还有1分钟开奖啊！一个办卡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你打吧，溜了溜了。摄像头挪一下，可以。还有30秒开奖啊！一张办卡就能参与我们抽奖了，最后的时间30秒钟。原来是锤石辅助，厄运钟摆。兄弟，我就没办法跟他们耗血了。我们学的 Q， 他是远程。谢谢歌姬，歌姬，歌姬。快点推，他要升了，你赶紧推。你怕个屁呀、啊！点呢？哎呦我操了，真是！你点小兵啊？你为什么不点兵啊？他俩二级来都二级，怕啥呀？有什么好怕的呀？哎呦我真是醉了，我操！而且这勾的勾的有点远呢、啊，还他妈跑了，你说？死的，勾定，晕，我能打了。哎，这怎么点到我的？聚聚，真是谢崩啊！真难受，我那玩的。我绝对不能倒下。真累。这不是说锤石康他日女儿，你知道吧？那二级明显阿兰能打的，他不帮我点小兵，让我在那里白挨揍，你知道吧？他在那跑了，直接。我不上了，你爱谁上谁上吧，我不上了。这跟锤石康不康他日女没关系，这都是滚雪球的东西，你知道吧？这些东西都是蝴蝶效应的。你尤其下路还双人路，你配合一波不好。我一个日女开盾上去跟他们打，然后呢，我掉了半血，人家掉了一管血。我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我不管他了，我去拿个鞋，我去游走去了，我去杀着卡萨丁去。
战斗吧。卡萨丁升了，往这儿走来。我会保护你。追不上啊！哎，晕着了，还行。去上路，上路找着奥恩，呀，升了奥恩。你就别上了，别上了，别上了，没有多少血了，拉倒吧。我帮你收三个兵，俺俩也打不死他呀。你把这个吃了。过来把这吃了。来，你挑担下来，你把这个吃了，我们俩上去杀他。OK。啊？这为啥呀？哎，不是，这奥恩捆住以后怎么回事啊？绝对不能倒下，还在这样的呢。奥恩的 E 能躲大树的 W， 我记得奥恩的 E 优先级不是很高啊。保持警惕，不是奥恩不受控制，奥恩的 E 技能是受控制的，奥恩的 E 可以打断都。我武术鞋开始游，下路不管了，自己玩的嘛。无论刮风还是下雨，也没蓝呢。我这必须得给他点，给他点那什么啊。给他点压力，哎呦好痛啊，溜了溜了。我会保护你。我倒不是说干个队友，我真没办法去别的地方。你说那下路一个像个傻子似的，你说我跟他配合啥呀？我跟个傻子在一块儿，我只能变成傻子。说实话，怕什么玩意儿了？旁边又没人。死，滚！nice！ 哎呦，真是好痛！打不动，这奥恩有点肉。哎，卡特应该能收。这你都不敢收他，你有点烟，有闪现，有大的卡特，你收不了这奥恩。你收他呀，然后你还带着电刑，要杀不早点杀，现在上了，哎，人家有大了，你上了，我是真是，我妈真是佛了，真的，佛佛的了。呀，晕错了，扣一下。守在前线。
可以捆。还行，炸死了，可以。一换一，把日炎出了。我们这把就只打上中，下路就不要了，让他自己玩的吧，我也管不了。但我说实话，我帮这个大树干活真是没啥用。下路通关了，不管，没办法。从二级开始，我就不准备在下路待了。太阳照常升起。先把随时杀了。不好推啊，卡莎来了。卡莎来了，不杀了。站在塔下面呀，你可以。走，出个日炎，出门。守在前线。我先扫一下，看这里有没有眼儿啊？没有眼儿可以杀。防御塔顶层即将崩落。来。大晕子往前走，晕，我有眼儿 ，W 开起来扛一下，哦，点燃。怕啥呀？那卡特有大招，谁到了你？倒满内定了，我们家蓝枪已经。去上路，帮着大树去。个熊样吧，你说你让人给压的，你瞅你让人给压的。问能不能辅助？不会。那你说你会啥？你说你能会什么？还能有点什么用？可以干，他随时可以杀我到了。那随时就一个人，死大死，哎，那随时一个人不知道来干什么玩意儿呢，来了，我到了，你没有那什么吗？你没有意义吗？有意志就意志脸啊，保持
会混。这蓝枪杀着梦魇，我感觉应该能杀吧。妈呀！他们必须要先打倒我。没打过。看看这个卡萨丁飞不飞啊？他飞，我们就站在后边。卡萨连个减速都没有就会飞，就想飞。Q 一下，止住，炮点炎。Q 一下，啊，给我卖了，卖就卖了。我们家一共两个人，一号傻子小黄毛，二号傻子小卡特，三号傻子大树，一共三个傻子啊。这三个傻子谁也别信，记住谁也别信，我们一定得吃一堑长一智，知道吧？大树还能好一点，大树稍微能好一点。大树最起码知道技能他怎么放的。来，吃点钱。打人都不掉血呀！死 ，Q 大。我不想抢这人头，你知道吧？我们晕梦眼来，我操！这小黄猫一个大杀俩，没有人收吗？那我收了啊！还好我有日炎，嗨呀！我们来上路收波兵，把日炎出了。不行，这个车我必须得补着。这怎么变成上单了呢？把它打出来了。带着我的热狗肠，日炎够了，来个针眼，咱就不跑了。我五速还跑不过他，他二速还。小龙可以要，我们家两条龙，还剩一条龙，把龙拿了就行了。啊，红 buff 我们留给蓝枪，毕竟我们啥也不是。你得认清自己英雄的段地，那个怎么说呢？定位，你知道吗？你看，一般要是玩这种辅助的话，自己肯定是塞不起来。除非咱有玩个有伤害的，那巴德什么的，拿拿 buff 还行。这玩意儿拿人头一点用都没有，除了右让人打，那就只能右让人打了。给大，
你早你不闪现，你像个半身不遂似的，你别在那点木印了，你早你咋不闪呢？你早点闪，捆住他都不用死的，老徐，我可能都不会死。队友一支援，可能这边打赢了，但也可能打不赢。哎，我扣小兵了。你跟卡萨丁赛跑，我觉得不太行吧。等他 R。减速，可以。给我追他。黑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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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黑了。我子查眼儿，让他没办法点那个这个灯，晕 ADC。我上了，我随时不好杀，溜了溜了溜了。算了算了算了，拉倒。来点魔抗装备。什么是魔抗装备呢？嗯，也就自言自立了。你说还能出点啥？也没啥好出的了。来我这里集合。深渊。深渊要什么？我看看啊。深渊，我绝对不能倒下。哎呀，早说呀，这我都给忘了有这么个装备呀。插个线眼儿，大龙可以试。享受太阳的荣耀。别着急啊，这个大龙不太好打，先撤一走，先撤一走。卡特没到的，别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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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好打的。就杀他锤石来，省得他救人。锤石一死，我们就能打龙，因为对面就没有视野了。扫一下，没子弹，算了，我给上面插眼。龙是我们家的，可以。你在干什？救一下！救一下！救一下！哎，死了？怎么死的呀？你看小黄毛的英雄，就即使是个傻子，现在都能混起来，看着吗？你看小黄毛那个英雄，我决定下马，咱高低咱得来个小黄毛。快过来，你吃了吃了。我 nice 兄弟，什么意思？要杀俺们家蓝墙，你给我晕住！死！晕！救一下！救一下！救一下 ！W 开起来，走位走位，等卡特到了我们再晕啊！晕来死，杀锤石也行。你捆他，对我晕他。死！晕！龙魂了，
拿去。先把塔拔了，看准机会，一个大。Q E 给大，多亏这卡特，还卡特，我就给个旺财过来，比他给玩都比他玩的好。